你刚刚说你要干嘛？我想要冠硬币。好，开始考试哦。等一下考完给大姨听看看有没有正确，要是大姨说正确，就可以赚到5枚硬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开始考喽，专心哦。中餐。lunch，晚餐、dinner，早餐、breakfast，好，考试结束。等一下给大姨看看你，你听看看你念的正不正确。要是她说正确，就可以获得硬币，好不好？祝你幸运。